来把破败王，这破败王打对面这个阵容挺好打的，尤其是打皎月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哥们儿，别来！怎么来了就会给他吓到了？他有可能会从我们 F6 开的，皎月打 F6 很快的。原来爱才是最深。哇，自己 F6 开吗？那肯定单开就是要 F6 的。被动三环打得挺快的，我进来晚了。走吧走吧，他没惩戒的。给我加个盾，感觉有点小亏这样的。这皎月会的，他处理挺冷静的，这个人。这个人他不是很欢的，天使打口头是被 counter 的，还压线了，要不走马上要死了。有人过来了，不然他死了。这不他上面去还有两组也没动啊，一组是迅捷器，另外一组大概率是三蓝。这会打蟹同步的话，他打完三蓝会来 F6 的，但是我们中路没线权，我打得过他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算了，不蹲他了，直接刷石头了。不要小了，直接抓象，提前一步。
水滴泽拉斯还带黑魂呢，这中路不会呀。王泽拉斯不能买水滴，他很需要法强，而且他们也没那么缺蓝，有那仪式章节加被动，他不缺蓝的。这人不会玩了、啊。感觉要坐牢这波，我想控个蟹吃个虫的。这版本中路不会的话打野要倒霉的，你上路不会的话你不去就还好了，你这中路不会，你明明也是优势你就却只能走，看到没有，这种感觉就很难受。因为你，但是你不走，你马上你要死，你只能走。对面中还是这种支援型的中呢，只能去反他野止损一下了。哎，玩的贼恶心。一个七级的永恩过来，你不走你就死了。这小月反应挺快的，这个人，他一看那个血量，立马给技能，这个人反应时间很短暂。哎，年轻就是好。哥们你在看啥，你过来 A 一下，我都杀完了，我操。这个人看个半天，我都打了两套技能了。他刚才但凡过来帮我 A 一下。或者这个金克斯不 A 我这一下，我都杀完了感觉。他主要是这个人有闪现还在一直在那边看呢。是我惩戒需要一定反应的时间，但是这个人反应时间很短暂，我是身体机能的问题，我没办法，所以我说这个皎月他反应很快，这个人他就是他大脑处理这个信息时间他很短暂，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？所以我打他就只能根据经验来跟他打，这人他反应很快的，这皎月怎么是我在扛呢？把破坏买。
不是，我算好那个血量，但是我知道那个血量要逞的时候，我大脑要给手要下达指令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直接就跳过这个步骤了。这个人给我的感觉，他就是直接跳过这个步骤了，他就省了那个下达指令，看到那个血量，他就手已经放在上面地了。妈的，又是这个中路玩的巨恶心，每次都是他。换个扫描来吧。我只要在上半区就会倒霉。这永远都是他们中路先来的。打起来巨吃亏。我感觉可以杀皎月，我有大子，这永恩来之前我可以给他秒。这中路又被宰了，这个人真这么会吧他。给我 WQ 都直接给我扭了，这永恩又来了。妈的，我感觉我又要坐牢，好恶心呀！我这上资源我又吃不了了，我操！我得先把这个永恩给他杀一次。这个皎月会归会，但是更多他是有这个爹的，他的英雄就没法打我了。
他已经卸了。这边这中野两个应该是一起的。这算我自己的乘数，我只有十二。他捡到尸体没乘数，那不厉害。这把的话，我想一下来，这把出这一套比较好，对面伤害也挺高的。出这个焚天聪明刀加黑切好。我就在天上没下来过，把这焚天先买了。有人再这么装，
我前面得去给他丢了。黑切也有了，但对面没什么护甲，还是先聪明刀吧。对面要是先堆护甲的话，就先黑切了。
这远程拆药塔拆掉了呀，这两个手这么长为什么不敢点塔呢？我不是很能理解，这塔就这么点血就 A 一下就 A 掉了。16级的天使，或者切个炮的金克斯，哦不对，金克斯是对面的，说错了，you
真的捡口头狗又没有，这 Q 没伤害呀，没成熟。这九月岛上他每次都是站后面看的，他想捡人头他不开团，你不开的话你就赢不了。现在队友死亡你再开，他们想赢的话就得皎月直接大拉人，再配合这个永恩的大。